妈妈，你又靠水又着凉的，还打喷嚏了，这个喝了啊！烫，凉一会儿啊，凉一会儿再喝。妈妈，你还老说我不穿袜子，你这就不穿袜子，这外面待着，待会着凉了，快进来。啊，好吧。盖起来，盖起来。啊，盖严一点啊。这过的什么日子？妈妈不担心啊，刚刚小枣给我打电话了。 抢修队的人把下水道已经通了，报馆的地方也修好了，咱们家呀房子住久了，应届老花很正常的，没事的。不是小枣在吗？小枣，你要有点本事，日子就不会过成这个样子。我怎么没本事了？我能把你娶回家，哎，就是最大的本事，对吧？一个没本事的，娶了一个更没本事的。 两个没本事的人在一起，能过好日子不啦？那个干爸，来喝个热的。谢谢。宝华，你看到了，没有物质基础，日子就是这样子的。妈妈，你不要这样说。那在我眼里，我就觉得你跟爸爸日子过得很幸福，多少人羡慕我们家呢。 跟你说个好消息，这个月我的续租率非常高，相应的奖金也高了。别担心了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就是，干妈，你们呀，把欢欢和小枣养那么大，也该是他们尽孝的时候啦。你们今天晚上啊，什么都别想，就在这好好睡一觉，好不好？你再说还有我能怎么的？好，欢欢。 妈妈，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说，这场大水，不光把我们家给冲破了，还把我妈这30多年的委屈全给冲出来了。你说我妈这个人啊，平时一直在抱怨家里房子又小又旧的，这现在让她来住酒店了，反倒是不乐意了。 老一辈不都这样吗？对自己抠门，对儿女反倒大方，但一辈子也就土白了。还是怪我没能力，没能够给的他们更好的。你已经做的够好的了，还说自己没能力呢？哎，要是没钱，跟我说，千万别自己单着。不用，我都有的。 姐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吧？你赶紧先去酒店睡觉吧，这交给我就行了啊。就跟你明天不早起上班似的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呢？咱们两个一起收拾，还能快一些。我看看你这，你这电脑进这么多水，估计也修不好了。我再给你买一个吧。别给我乱花钱了，我先修修看啊，就是有一些资料还没来及备份呢。 这下完蛋了。小枣，电脑是工作必备品，这个不能将就的。况且你这台老式电脑从大学用到现在也该退休了，这个钱不能省。行，还是我姐最疼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谢谢姐姐。 哪学的？等一下，什么时候刮破的？刚才没事儿。你别再动了啊，不能沾水，待会儿感染了我给你拿个创口贴，别动啊。哎，姐。 这都什么呀？这小时候的玩具啊！这怎么还在呢？这不是我的，这都是你的。我的？是啊。我怎么没印象啊？你6岁之前一直在外婆家，妈妈每年都想把你接回来，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没有能实现，所以她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在那个城隍庙啊给你买很多的玩具，就是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玩到他们。
我记得小的时候偷偷玩这个，被妈妈念叨了一个晚上，她说这是留给小枣的，不让我碰的。我都不记得妈妈给我买过这些。你当然不记得了，你压根就没有玩过。你刚回家的时候对我们很生疏，也不愿意理人，那个时候问你想玩什么买什么你都说不要，所以妈妈怕你不喜欢这些就都收起来了。我还以为她全都给扔了呢，没想到还给你留着呢。来，我那个时候天天担心爸爸妈妈会把我送回老家，所以有什么要求也都不敢提。小枣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创口贴有时候挺像妈妈的？独立包装，独一无二，对我们的爱也是一心一意的。我们受伤的时候呢，她尽情地为我们疗伤。当然，妈妈这个人啊，有一点刀子嘴，表达对爱的方式呢，也是有一点极端。但她对我们两个的爱，是毋庸置疑的。我本来觉得家里发大水挺倒霉的，现在看来这场大水让我越来越了解妈妈。老板，周报。老板，周报。何总，嗯，咱们公司的工程部承接外单装修吗？理论上来讲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公司一直有合作的外包工程队。怎么了？你要装房子吗？麦小欢家里泡水了。哦，明白了。这样，我联系好了之后，你直接带队过去就行。你我都不能去，你让 Sherry 去，按照麦小欢的要求来，把折扣压到最低。这样他比较容易接受。老板，说真的，我觉得你给陈欢，要不然就包个大红包就得了。没见过你对哪个女孩这么绕弯子的。他性子倔强，现在又不让别人帮，怕敏感。但是追女孩他不是这样的，你这个方法有点太老。谁说我追人家了？我这叫关心下属。哦，姚总，那要不然你也关心关心我呗？赶紧去忙。哎，茂和的杨总已经约了您好几次了，您看需不需要我在酒会之前提前安排见一下？不用，让他等着，我好抬下。行，没问题。罗律，刘律对我有些误会，现在停了我所有的工作，我想申请换到别的组。换组啊？你知道刘律师身后有多少案源吗？别的人想挤破脑袋都想进他的组。程早，我没有时间跟你教学，我说的直白一点，如果不是新家这层关系，你觉得你能进刘律这个组吗？那就请刘律把结完案的工资和津贴全部结算给我。老刘跟我说了，昨天你为了不加班，编出一个家里淹水这么荒唐的理由，你还好意思要工资啊？谁对谁错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现在外面每一个人，谁不是拼了命的想要留下来？所以才没有人站出来说真话。丰源是一家律所，公道自在人心，这是法律的准绳。别以为自己是老板，就把所有人当傻子。陈总，
陈总，等等。哎，师兄，刚才的事是他们太欺负人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没替你说几句话。没事，师兄，是我自己不干的。谢谢师兄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也没做什么。哎，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继续找工作呗。不过现在过了校招时间，工作不太好找。我会帮你多留意一下新的机会。谢谢师兄，我也会自己想想办法的。啊，行了，师兄你赶紧回去工作吧，我真没事儿，你别担心。别灰心啊，加油，随时跟我打电话哈。